这是哈苏20到35毫米光圈3.2到4.5超广角变焦镜头，哈苏 XCD 中画幅系统里边第一个超广角变焦镜头。如果翻译成全画幅相机，它的镜头视野相当于16毫米到27毫米。这款镜头发布之前，如果我要在哈苏 X 系统上拍摄广角，手里我只有 25V， 等效焦距大概是20毫米。据说哈苏还有一支 XCD 21毫米最大光圈，但是它只要到 F4。 本期内容广角镜头使用体验会有风光和环境题材的照片，建议大家打开 HDR 显示设备，风光摄影师一定尝试一下HDR 高动态显示，让摄影师把观看者拉回到现实。我带着20到35镜头和 X2D 的相机的组合去了很多地方。这期节目呢，我不会聊什么 FTF 曲线之类内容，我关心的正如您现在所关心的，就是这款镜头在实际拍摄中它的画面质量如何，在不同环境下使用体验，还有可以搭配哪些附件和滤镜。欢迎收看采风摄影生活杂志，我是大马毛本。先说结论，这支镜头的画质和做工非常出色。虽然我无法说服大家，就是因为这支镜头让您皈依到哈苏中画幅系统，它毕竟不便宜。一支镜头的价格足可以买到任何一台御三家相机的机身和顶级镜头，但如果您已经是哈苏中画幅像 X2D 啊或者 907X100C 的用户，我觉得一定尝试一下这支镜头。它的视角确实要更广，多出那点焦距能够扩大我们摄影题材的版图，也能让画面的表现更有显现力。这支镜头的全称是哈苏 3.2-4.5 2035E 镜头，这是首支 E 系列的镜头。 E 呢就是 exclusive， 独树一帜。我首先的印象就是制作精良，从盒子里边拿出来的感受就能感受到那种高级感。它掂起来是非常的坚固，通体金属的机身冰冷丝滑。它的体积和重量如何呢？我觉得这个要取决于你的参考的标准。其实它的体积并不算大，尤其对于一个中画幅相机的镜头来说，它的体积已经是非常的紧凑了。前高的口径只有77毫米，这可比现在大多数品牌的变焦镜头动辄82毫米的前高口径还要小。但是它805克的重量，哎，这种做工扎实用料足的感觉就来了。镜片呢也是确实舍得对料，16片12组，包括2片超级色散镜片，还有3个非球面片，还有这个深邃的镀膜，拿在手里，你感觉钱确实花到位了。我发现这只镜头它是有密封处理的，我在测试这个镜头的时候被雨淋过，也带到溪流边被水溅到过，但是似乎看起来是没啥问题。拍风光的镜头不应该这个镜头比咱摄影师更娇气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重要的细节呢，就是这个镜头是内变焦的设计，在变焦的时候镜筒是固定的，不会伸长或者缩短，所以呢只要在镜头前面加个保护镜，就能让整个镜头都密封起来。这支镜头上没有光学防抖，镜头的机身的防抖需要这个机身来实现。如果你用的是 907X100C 这种不带防抖的机身，那就一定要上脚架拍摄，但是如果你用的是哈苏 X2D， 那就能够享受它逆天的防抖的机身了。哎，刚才在我拆这个相机的时候，我忽然想，我不用三脚架，我手持广角镜头加上 X2D 自身的机身防抖，我看手持最慢能到多少。如果它的防抖好，足够好的话，我想在很多时候我可以省带一个三脚架。我测试一下啊，现在是20毫米最广角，然后呢快门速度是0.5秒，因为以前我用五那只镜头的时候1/8秒1/4秒有很大几率是 OK 的，那我试试半秒。哦，绝对可以接受，绝对没问题。
我再试一下啊，看它成功率多高。我现在是一个很稳定的站姿啊，手夹着这个身体，一秒，一秒是 OK 的，绝对是 OK 的。所以这支镜头在一秒以下的快门速度，我有很大的信心，80%的概率我可以手持拍摄。 OK， 能用。还有带着哈苏标志的对焦环、变焦环也是非常有舒适的阻尼感，即使戴着手套呢也能轻松操作。前面是对焦环，它是有非常均匀丝滑的阻尼管，这对于拍摄风光的大部分的摄影师来说是手动对焦，它的精确的手感是非常非常重要。在拍摄海景或者水边的时候呢，你需要达到那种水面模糊的效果，就一定会使用到 ND 滤镜或者是 CPL 滤镜，一套高质量的专业的滤镜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投入，它的价格可能顶得上一支普通的镜头。但是好消息是哈苏的2035在装滤镜方面成本并不高，我自己亲自测试，不用专门的插片式的滤镜，2035最广角端可以同时装上裸口的 ND 滤镜和 CPL 滤镜，并不会产生暗角。这就意味着我可以用普通的77毫米的裸口滤镜就可以应付大多数的风光题材，不是危言耸听啊！别被一片劣质的滤镜毁掉您重金投入的镜头。第一，光学质量要好；第二，这个镀膜要坚固耐久；第三，没有偏色或者色差，这种专业滤镜三个条件缺一不可。质量差的滤镜有多坑人，您看一眼我之前的节目就知道了。我用的是 Nisi True Color 系列，颜色是非常的准确。可靠的防抖、出色的 3.2 大光圈，还有实用的16-27毫米焦距段，我觉得这支镜头是在哈苏 XCD 系统的版图上让摄影师开疆拓土的一支镜头。我并不觉得需要把它限制在风光和建筑这种狭窄的题材，我觉得它有更大的发挥空间，所以我尽可能多的去不同的环境来测试镜头，来看看它在不同环境下的光学表现。我再次重申，如果您还没有尝试过 HDR 的显示器，那就一定一定试一下，我觉得这才是数字摄影未来的发展方向。说说画质吧，看结果，直接从照片拍摄的原始照片在 Lightroom 里边100%观看，从1亿像素的影像中发现新的细节，像这个楼上金色的反光，像这个锈迹斑斑的这个痕迹，所有的图像都具有鲜明的对比度。我在一些场景刻意使用大光圈、大逆光、高反差的这个主体，我没有发现明显的紫边或者色差，这确实是一支光学素质毋庸置疑的镜头。我试试这支镜头的抗眩光啊，我让镜头眩光从很侧面的角度拍进来，我找了一遍暗暗的背景，这样的话如果要是有眩光的话就一览无余了。哎，还好，那我换这边啊，我看看啊，很刁钻的角度进过来，我把遮光罩去了，再极限一点。哎，不错哎。和所有的镜头都一样，它是在不同的光圈下的光学素质是有区别的，像分辨率、暗角还有星芒的表现，我做了一个大概的对比，让我们详细的看一下啊。这张照片是在20毫米的焦距，也就是最广角来拍摄。光圈 F8 放在三脚架拍摄的，你可以看到它极其丰富的细节，色彩反差非常出色，照片放大100%甚至200%都会让人沉迷在欣赏那种你在拍摄时候都没有注意到的细节和纹理。
你看这里边会有一些虚啊，这是因为它已经在焦点之外。中画幅的相机其实就是一个双刃剑，同样的景别，中画幅的景深会更小。如果你要拍摄这样前景靠近相机，但是又需要表现远景的画面，就很难得到全部都清晰的这种超焦距的画面，所以你需要多张照片来进行焦点合成。这支镜头我做了一点点改进，哎，为了发挥它极致的画质，我尽可能不用 UV 镜。原厂的遮光罩是铝合金的，原厂的镜头盖也是带哈苏 logo 的铝合金的材料。我总怕自己在频繁摘放镜头盖的时候，这个磕到前组镜片，所以我 3D 打印一个懒人镜头盖，纯白色，我还能够把它当成一个测环境光的白平衡校准工具来用。在广角端用最大光圈拍摄的时候呢，你能看到画面有明显的暗角，但是这不太影响我。广角镜头都存在这个现象，很容易就可以从机内校正或者是 Lightroom 里边校正文件来补偿。光圈在最大的时候，画面的边缘的锐度呢也不是最理想的状态，但是我如果把光圈收到 F8，我认为是这支镜头画质最好的光圈，不只是锐度啊，而且你能够看到整个照片的细节都是最丰富的，无论是中心还是边缘啊，锐度都是丝毫毕现。如果继续收光圈的 F16， 锐度依然很棒，但是我觉得还是 F8 看起来更锐一点，可能是我自己的心理作用。但在 F16 的时候，镜头开始出现针形星芒的趋势，但是这种扫把星的星芒还不是特别好看。在光圈的 F22 的时候，星芒就开始变得锐利了，直到光圈的 F27， 星芒的尾部会更锐，随着光圈收得更小，但是画面的锐度就开始劣化，它的反差有所降低，所以我不太建议使用小于 F22 的光圈来拍摄。如果您热衷于慢门拍摄，那建议搭配密度更高的这个 ND 滤镜，再配合光圈 F8 或 F16，我用的是10档和15档的 ND 镜，分别应付阴天和这种大晴天的这个超长曝光。但是无论如何，这依然是我测试过最清晰的镜头之一。细节档或数毛档，大家一定会喜欢的一支镜头。当然，您现在看到的是屏幕录制的图像，然后再经过视频压缩上传 YouTube， 所以您看到的细节跟我在屏幕上看到的细节绝对是不一样的。每次在 Lightroom 查看的时候，它的细节真的会跳出屏幕。它是一个能够完善整个哈苏系统的镜头。哈苏之前的几个镜头，像 V 系列代表 Versatile 多面手，像25、38、55、90各有各的特点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爱，没有所谓好和不好。P 系列呢，就是 Portable 代表轻巧，比如像 28P 和 45P， 图个方便随手带。这次 E 系列 Exclusive E 系列。是让 XCD 系统终成兼职，我再也不用东拼西凑用第三方的这个广角镜头去转接了。 2035E 任何一个想走在更广阔天地的摄影师都必备的一支镜头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希望对您有所帮助。如果您有任何问题的话，请在下面留言给我，我会回复您。当然，也希望您来参加我的摄影旅行。明年呢，我将返回肯尼亚，还有南极，也会去纳米比亚拍摄世界上最美的星空。所有详细信息呢，您可以在下方找到。希望和您一起旅行。感谢收看《采风摄影生活杂志》，我是大马猫本，咱们下期再见。